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蒙。今天我们要来发明一个很酷的东西哦。快点来，欧蒙。妈妈，妈妈。嗨，我是最可爱的艾米兔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凯洛来喽！想不想要看我的新舞蹈表演呢？小心点，阿格勒。来去做点饼干吧。杜康，健康。哪康？阿格勒可能在替我们做饼干了，我们快来去尝尝看吧。这个方向，小心点，动作快点。我迟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多瑞。等我。所有的朋友们，今天可爱乐园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呢？让我们去看看吧。我是钢铁人。你们也应该试试看。出发了，要推我了。我想我需要多一点练习。现在该我了。看吧，这真的很难操作。不应该这么容易的啊！阿米兔真的很不赖耶。这比我想象中简单多了。也许我该试着跳过去。哇，做得好哎！阿米兔，你倒立看看嘛。倒立，试试看啊。像这样。哇，阿米兔，你真的好厉害呀！可可蒙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什么接下来？走就对了。怎么动？我不能动了。像这个样子啦。好痛哦！
是谁啊？阿米兔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。我绝对不会再做那种事了。我该做些什么呢？我知道了。钢铁人，哔哔哔！我是可可蒙派来的机器人，他叫来帮助阿米兔，哔哔哔！可可蒙，哦，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我。你长得就像是可可蒙，那我倒一杯水吗？好的，哔哔哔。感觉好清爽哦！接下来我该会做什么呢？哔哔哔。你可以帮我拿那本书吗？好，哔哔。什么？嘿嘿，你怎么做成的？把花瓶里的水换一下，怎不动啦？难道你跟可可蒙一样会过敏吗？没有，哔哔哔。麻烦你去帮花瓶里的花浇水。好艰难的任务。钢铁人，我现在肚子饿了。我饱了，谢谢你，钢铁人。现在要去洗盘子了，哔哔。我想出去散散步。什么？去外面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。钢铁人，我想过对可可蒙大发脾气，然后对他做一样的事情。但是我决定原谅他了。我想可可蒙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，而且我想他现在应该觉得很对不起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哔哔哔。钢铁人完成任务了，哔哔哔。现在要回家，哔哔。好的，再见，哔哔。可可蒙，今天谢谢你。什么？